咁送俾大家一首歌，呢首歌叫《別讓信飄走》。其實係講緊我哋玩音樂，我哋好容易受到外界影響，受到一啲舞騷出啊，我哋可能創作自己嘅歌冇人得到認同啊。但係呢啲種種因素都令到我哋唔好放棄玩音樂。咁呢首歌叫《別讓信念飄走》，咁送俾大家。
信念飘走。咁第二首歌咧，可能大家都未必慣，可能啲小朋友已經講緊翻屋企食飯噶啦。咁第二首歌咧，呢首歌叫《愛下去》，其實係寫一啲關於一啲可能你冇話戀愛啦，你一啲事情你失敗咗之後，你會去你會去自己收埋自己，還是係還是係去即係繼續去追求自己想得到嘅嘢咧？有呢首歌叫《愛下去》，未木吉他未有聲過。愛下去，心境若像潮水，若愛侶都失去，無奈你不多是進取。愛下去，青春若像年歲，若信心都奢求，難道會得到些讚許？
謝曬出表，唔該。其實我哋做身為吉他手嘅冇癖係好正常。好，呢首歌比較輕鬆啲嘅歌，呢首叫《遇見》，係講一啲戀愛嘅故事咁樣咯。係開始。
Thank you， 呢首歌叫《遇见》。咁大家可以大俾大啲嘅掌声啊！其实因为我哋要多谢搞手，多谢所有工作人员，俾一个咁舒服嘅环境我哋出 show。有时我哋玩 band 嘅比起玩 acoustic 嘅，我哋需要准备好多嘢。我哋要有鼓，我哋有 bass， 我哋要有一啲好完整嘅配套，我哋先可以表現出我們更好的音樂，我們所有的編曲每個細節位，所以給一些掌聲今天所有的觀眾，給一些掌聲所有搞手工作人員。那這首歌是我們最後的一首歌，這首歌叫《請記住我存在過》。其實這首歌是講一些可能你有些人在很努力做一件事，但是他們往往得不到一個好的結果，或者可能還得到一些被人唾罵，被人哋覺得佢哇你，我覺得你唔得咯咁樣。唔知大家有冇公司去做嘢嗰陣時會有啲感覺。咁呢首歌叫《請記住我存在過》，亦都如果大家聽完我哋嘅音樂覺得都 OK 喎，可以上 Facebook like Season 4 HK， 或者我哋聽日會有一場 cafe show 喺太子嘅 TC 2嗰度有一場 mini show， 同埋一個。第二隊單位就是旅行車一起搞的一場 show， 希望大家都來支持。好，這首歌叫《請記住我存在過》。
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的試唱歌。